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爱地产该生活的大 V Vicky。那今天呢，是我们金融街集团特地为我们的经纪和客人组织的一个 bus tour。我们要去看的楼盘项目是位于 Scarborough 的一个楼盘，叫做 Highland Commons。那么这个楼盘的地理位置呢，非常的方便。那么开车7分钟呢，就可以到达附近的 Go Station。当然了，这个开发商呢也非常的贴心，为这个楼里的所有的住户准备了免费的 shuttle bus。那另外呢，这个地理位置它非常靠近我们的多大 Scarborough 校区。那么对于住在这个楼里面的住户来讲，如果你是要去多大 Scarborough 校区读书的话，那么你走路12分钟就可以到达校园里面。那如果在冬天你想要搭乘公共交通，那么在这个大楼的门口就是一个公交车站，那么从这里搭乘我们的公交车大概只需要不到5分钟的时间，你就可以到达多大的 Scarborough 校园了。以上呢就是大 V 今天的楼盘分享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记得点赞和关注我哟。